的。哎、欸，好听的，想学。好哎、欸。可以教我们吗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你说现在吗？好，等一下可以。没有人的时候。好，谢谢老蛙哥一下。好哎、欸，那接下来就欢迎傻蛙，这样发音吗？傻蛙。啊、哦，好好好。那我会了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他。嗨，大家好。好。我是傻蛙。我也是铁花村的员工，对，刚才大家不在票口入口那边看到我，然后今天就是那个请求支援，来支援我们的唱作居家，没有，目前还没有满，对不对？你要去报吗？报一组啦，好啦，那我今天一样带来三首歌，然后刚才老外有带来他的主语歌，然后我也来唱一个。因为我是那个台东马兰部落这边的阿美族，所以我想要唱一个阿美族的歌。然后这首歌是我们以前在那个当兵的时候都会，比如说有当兵酒，然后比如说那个部落的人都会唱这首歌，就是欢送，没有欢啦，就是送军，他们以前的小孩子去当兵，因为以前当兵的话可能会不一定会回得来这样。心上某一个地方。
正能量。好，接下来大佬最后一首歌是韦礼安的《有没有》。刚刚有听到解释，有，